小武丁华和韩德夫谁将拿到这场金腰带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加油加油，哎呀，手抱高、哦、小心，对，高扫漂亮，入对方跳起漂亮，反应的机会，不要给他机会，协华不要给他空间，继续、哦、对，手拿高，手拿高，漂亮漂亮，变成解决，对，中近距离，中近距离，中近距离，他在进攻的时候要小心，对，加油，漂亮，跳起，没有手，左右打，一扫，漂亮，站位正当，站位正当，我们看，架子抱得很紧，转身变成，拿到了，传球，漂亮，传球，扫踢，扫踢，漂亮，扫踢，来打到这个左半圈，好压进去了，有没有机会？这边接腿。小伙子这种脚力型的打法，一定得进近距离才有机会，中近距离。哇！直接转身后摆，转身后摆。哇哇！天哪！飘忽廷华对阵来自泰国的朱克猜，投手的平高，投手的直拳上勾、哦。小虎这会儿这个劲头上来了，这现在这个是小虎的节奏啊！转身这个漂亮，这是小虎的节奏，漂亮。这边好的，过胸，过胸，直接拿背，裸脚，裸脚。李华现在把自己跨，有没有机会转自己的左侧移动？没错，没错。连续的地面锤击还剩下十秒钟，全场是沸腾了。我们看，连续的砸拳，往下砸。这边顶膝，再一次。这边连续的地面锤击，我们看。这边啊。对手已经不怎么反击了，应该是要叫停比赛了。叫停比赛。哇、哦！廷华，综合格斗的首战，是拿下了自己的首胜。2019，祝大家猪年大吉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红红火火，新年快乐。